以下是林三福利时间，打开淘宝搜索抖漫工作室，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店铺下单任意商品，并备注口令，每周前50名可获免单福利。口令将在片中任意地方出现，大家一定要认真寻找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累死了，这可恶的女人自己坐马车跑那么快，叫我们在后面跟着跑，这就是万恶的旧社会吗？好累啊。林三别过来。林三，你回来了。表妹。哼，你不在家陪我，又跑到哪里鬼混去了？没有了，我是陪少爷学习采风去了嘛。给我滚！哼，我要听故事，到处都找不到你，你这个坏人！好好，明天补你一个。腿长了。不行，10个。哇塞，你不如去抢好了啦！你不给我讲，我就……看见没？看见没？阿莲，是那个小册子的原稿。怎么会在你那里？不给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把它给姐姐。你是不是进我房间偷出来的？你个臭丫头！怎么能叫偷呢？是你自己放在枕头底下，不小心被人家看到了嘛。快还给我，不然揍你屁股！不给不给就不给，谁叫你天天就顾着自己玩，都不陪我的。还我！不还。除非一天讲10个故事。休想，2天1个。1天5个。屁，最多1天1个，这是极限。姐姐，我好想你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玉霜，姐姐也想你，这不是见过娘亲就来看你了吗？不过玉霜，你要少和满嘴谎话的人说话。玉霜在家乖不乖呀？有没有欺负别人呀？我一直很乖，没有欺负任何人，倒是差点让某些坏人给欺负了呢。低调低调，不要说。在下也是好久没见二小姐了呢，在下陶东城见过二小姐。玉霜，快叫哥哥。这么久不见，二小姐又长高了呢。要是在下也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妹妹，不知该有多好。停呀，别碰我，你这讨厌的家伙，别碰我，快滚了你，又少到我们家来。玉霜，你怎么？喂，二小姐。对不起啊，陶兄，玉霜她还小。没关系，童言无忌嘛。我觉得玉霜非常可爱，我妹妹小时候也很顽皮，以后我会像疼爱自己的妹妹一样疼爱她。陶兄，这一路以来的照顾真是多谢你了。这是哪里的话，咱们两家即将连为一体，贤妹说这个不是见外了吗？那件事的话，我还没有想好，抱歉。没关系，我给你时间慢慢想。既见过夫人，贤妹也安全到达，那我的任务也完成了，我先回去了。陶兄慢走。告辞。唉，累死了。那个叫陶东城的，程度很深啊，各铺大小姐好像要嫁给姓陶的，不过看起来关系并不怎么好，不喜欢就不要嫁呢，犹豫什么呢？而且玉霜那丫头怎么会对她反应那么激烈？切，反正我只干1年，瞧瞧我来了。1年之后我就是自由的酒楼老板，她就是老板娘，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喽。小清雪，没想到你还记得我。我晕，你难不成是来杀我的？你觉得呢？我应该用什么表情说什么话呀？你这等徒子，看你还能说些什么。喂，你给我严肃点。等一下，这位大侠啊，不，这位侠女，您到底找我干嘛？上次非礼于我的事情，你以为就这么算了吗？上次那个是个意外了，我不过是说了一句小妞嘛。再说你本来就是，女生嘛。那你在水下的恶行呢？啊，
我那也是应激反应嘛。你一直在打我好不好？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？那我要是应激反应一下，也可以杀了你咯。哼，道歉要是有用，要捕快来干嘛？哎，等一下，且不说那些，你费了这么大劲儿，这么长时间，你不会是喜欢我吧？蠢材，谁会喜欢你这种登徒子？我来找你是有正事的。我问你，你今天在妙玉坊私会那个秦仙儿是为什么？你怎么会认识他的？你俩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？来金陵要干什么？还有，他跟你说过的话，通通招来。哎，你，哎，我见他，你是不是吃醋了呀？我杀了你这个登徒子！啊！救命啊！哼，这次就饶你一条小命，下次再胡说，我一定杀了你！快回答我的问题！你怎么知道我跟七仙儿的事？难道你一直在跟踪我，偷窥我？切，跟踪你？你这种小人物，既没有人品，长得又不好，我为什么要跟踪你？快把你和那个妖女做的事、说的话都如实道来！道你个头！你态度不好，本大爷才不要回答呢！本大爷跟谁交朋友，跟女侠没关系，女侠就不用瞎操心了。朋友？你们既然是朋友，我劝你不要和那个妖女走得太近，会害死你自己的。哇塞，就人家是妖女，你不是妖女，你是正义大侠，千金难买爷乐意，我不跟她交朋友，难道还跟你做朋友吗？你这家伙，我真的会杀了你的。哎，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，你要杀就杀，不杀赶紧走，我还要睡觉呢。随你爱死不死，我走了。慢走不送。切，哎，那是什么？怎么样，本集的口令你找到了吗？找到口令的小伙伴可以打开淘宝搜索抖漫工作室，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店铺下单任意商品，并备注口令，每周前50名可获免单福利。